的寻找。寻找什么？寻找爱情、物质，就这些。嗯，那你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哪过啊？为什么选择上海？上海美丽，上海是个大都市。为了生活嘛，反正生活好一点嘛，更好一点嘛。来上海工作，这是赚钱嘛？那么这里赚点钱嘛？来上海就是为了挣钱嘛？嗯，跟家人一起过来的。都有哪些家人？我的丈夫。你觉得在上海的机会是因为更多，还是？各方面都有。第一，上海呢比较是一个，我们是一个大都市嘛，经济比较发达，包括机会，工作机会也比较多。嗯，为了追求梦想工作。那你觉得你找到你的梦想了吗？嗯，从目前来看还是基本上找到了。从小比较喜欢工地吧，所以现在也到工地上还蛮喜欢的。那你更希望在什么地方呢？你自己老家重庆？拉萨。从拉萨？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去过一次嘛，然后就被父母叫回来了。上海，我在这里建了六座房子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一座都买不起，这很讽刺。我觉得你还那么年轻，才来这三年，觉得你肯定可以。会有机会的。这样就是你的孩子在你的老家呢，跟你不在一起，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到上海？因为上海有更多的对他的教育啊，各个方面应该更好，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打算？上海消费太高了，负担不起啊。木工。木工是吧？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喜欢。你就是我看了你的年龄是47岁，那你在这个三年之前你是做什么工作？3年之前在家种地嘛。对安全人来讲嘛，这个工作那个责任很重的，还有那个关系到人身的安全。嗯，我做民卫。民卫。嗯，那你对你这个工作有什么看法？这客户还可以。重要的工压力什么都要管的。就是怎么讲呢，反正我们做这一行嘛，反正辛苦是辛苦，反正就希望所有的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，哎，人们嘛，反正都是平平安安，哎，快快乐乐就好了，反正别的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嗯，主要是工作人员吃得健康，吃得好。可以喜欢你的工作。方向。
追逐天伦向下，苍之穹，星空孕育阳光。